真的可以，就是把整个。我感觉试一下，我把它拍下来。现在可以看到，其实大部分的车子都在排队，都在老老实实排队，但是总有那么几辆车子还不止呢。我们今天应该拍到十几辆了吧，十几二十辆了吧，都是按耐不住走应急车道。我觉得这种行为是非常不可取，不应该的。我们现在是八公里要走一个小时，可以想象一下是多么的堵。高速上面八公里走一个小时，其实我们今天晚饭不一定赶得到了，可能赶不到了。堵车了吗？其实拍这个视频也没有其他目的，就是说，我觉得这种行为给别人提个醒。毕竟99%的人都是在老老实实的排队，凭什么就是你们要走这个应急车道？这个应急车道只要一个右拐，随时都可以拐进去，人人都可以拐进去。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他们不拐呢？因为他们遵守交通规则，知道就是说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。这些车道它的目的是作为一个救援车道，例如说前面有什么发生交通事故，那些交警的车或者一些就是救援的，有人受伤的，这种车子就可以走的。你看又走过去一辆，是给这些车子走的，不是说给你们这种又走一辆，不是说给你们这种私家车走的。我们现在到韶山了，救援车走的应急车道是，因为高速上出事情，他需要及时救援。那这个车道就是给他们用的。如果说你把这个车道给占了，人家救援车他通过就会可能就被你给阻碍了。前面肯定有什么事情嘛，不然救援车怎么会来的？我想要撒尿。
4.9公里，预计还需要16分钟。把你捏捏手，把你捶捶背，可以吗？